这里你看，勤劳的蜜蜂在采蜜啊，我们也要去挖冬笋，看运气啊，看能不能挖到冬笋。好，期待希望，跟着我的镜头，俄罗斯出发。这些地全部是你的？这个地你这个种什么东西？种花生。花生？嗯。哦。种花生，还挺辛苦的，挺勤劳的。你看这地全部是他的，山上的树，树也是他的，沙树、鱼塘。这个竹山，这个茶园都是他的。我来帮爷爷挖地。嗯。要怎么挖，爷爷？你挖不动。我挖得动。你挖得动啊？是。你这样挖不？这个。啊，木子树别踩，踩到它木子树了。没踩到。它这个。哦，没踩到，好。是。可以。啊，这都好。我的土还有点紧。是啊。你看得见哦，我来捡。你不捡我就捡了，二哥。啊，我来。哎呀，这个好，哎呀，这个粗啊。还有这个，把这个再挖。哇，这么多够吃了，够了。啊。对呀。那可以炒几盘，能多。炒一大盘子。啊，是啊，要炒你炒两大盘才够吃的，很多。晚上就吃这个啊，可以。咱们吃面条再配这嘛。啊，是啊，嗯。你看，叔叔，我也看过像干过农活的人哦。啊，是啊。哎，烤一下泥巴，烤一下就。没吧？嗯，对。下一个来。哎，这些好多，这一片田。这全部是。我来。我来。一片田是哦。全部是，我跟他盘出来。哎呀，你弄了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看，王哥是也干过农活的，看就知道，两下就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大不大？这还没挖松呢。有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个是轿子。哎呀，满地都是哎，这里，这也是说以前别人也是可以说是野菜。这是叫普通话，我们普通话是叫轿子，啊，我们是叫轿子啊，轿子嘛，小轿嘛。桥头。轿头。哪里轿头？这在我们陕西叫小蒜。啊，小蒜呐。啊，小蒜，因为它种的是跟蒜一样，你看。啊，是啊。它是野生的小蒜，知道吗？我们叫小蒜。啊。我们那里叫野葱。野葱，我们这边是叫野叫。这个炒肉、炒鸡蛋都很香。哎，很炒鸡蛋、炒什么都好吃，就特别的香。哎，是啊，把它切成就是接那个鸡蛋饼也好吃。好，这也是叫野菜。啊，这就是野生的嘛。嗯，野生的嘛。这里边是蒜，这是蒜。哎，这蒜着一半一半的蒜啊。所以说，这我们那边叫小蒜啊，小蒜啊，是这个跟那个葱差不多嘛。小蒜，小蒜都是这样子，知道吧？到底是葱还是蒜？蒜是绝对蒜。大家评论区说。别看评论区。好，走，咱们吃吧。嗯，走，出发。放到这里，等一下回来拿。啊，这个井肯定很深，这个水井。也是管菜园里面的水，可以抽水。这个井，少说点也有十几米吧。为什么这里是不打过井？是不是为了浇菜啊？啊，浇菜嘛，以前他是这里准备养猪嘛。嗯。猪圈里面洗栏啊、喝水啊，都是这井水嘛。哦。啊，你看这个井，第一次到这边，这里一个鱼塘。我这干得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没水。啊，去年干了那么。这个竹子没有水。啊，都没水。嗯，这种竹子没损。嗯，这种竹子没损哦。没损了，看一下就知道。站在这上面，这个这下面的这个落窝的地方都那么干旱，你在这上面来的话更干了。就根本就没水啊？对，没损。没损吧？嗯。哦。意思是这地方现在没损是吧？嗯，他看一下。太干了哦。咱可以去看一看，可以吧？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嗯，看一下。是啊，所以这样拿着。哎，这是济公和尚的扇子哎，你看，看到没有啊？哎呀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我的背后，耶，搞个特写，
这是鸡哥和尚的圣旨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圣旨，你看这个圣旨。有人。啊、我东看西看就看到这里，我看到那个竹子啊，这里长得很茂盛，你看叶子都长得很茂盛。啊，你看下面的节一样的，还叶子还是保持它没那么干，看一下有没有损啊？要没损就没办法，看一下找一下，有信心不？媳妇有没有信心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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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有谁找到啊？啊，来，要精彩的一幕啊！你能不能找到多少人？我看嘛。你省吃，你不吃饭，那多吃点饭，那打多啊！我找到水了，你今晚上吃六碗啊！要没找到水，我晚上不吃饭，我光吃菜啊！我找一下吧。哎，笋啊笋啊，赶紧出来啊！咦？咦？找到，找到了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，这个，看有多大啊？鸡蛋，希望，来来，哎呀，宝贝，快出来啊！出来了，啊，出来了啊！往前面，往前面再来挖一下，这边把它起掉一点吧。好，我来把它。搞回去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个比那个要大一点吧？来比一下。现在有三根大的了吧？啊，现在有三根大的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就这样。这就是冬笋啊！这是真正的冬笋，它不是春笋啊，这是冬笋啊！你看，它去年长到今年才这么大，它就是冬笋。这个吃的时候是把外边给洗干净，皮剥掉是吧？啊，把皮剥掉，只是里面这个肉，很小的。哎呀，哎，媳妇，我送给你，我今天晚上我有饭吃了啊！好，我有饭吃了啊！好，再追一下边，看一下我们两边旁边还有没有？这边没有，没有。它要出头的就可以，不会出头。能挖的我能挖出十几二十斤哦，差不多。是。多过几斤，闻着清香了，泥土的香味。多过几斤不就多了？哎、这里有个样的，是不是？是有那个笋香，笋香味。这什么东西？你猜一下叫什么去了？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山上挖过。过根。差不多。啊。啥都会落下去。啊。听到没有？啊，他吃了会闹死人，哎，不会吃。吃不得。啊。等一下，我被闹死掉。有毒呢，是吧？啊，有毒，有毒。乡下东西不能乱吃的，不能吃的最好不要吃。对，又搞到一个小的，又搞了个小的。那个这个拿回去做装饰品吧。啊。这个只能做装饰品啊，你像一朵小花，像一朵花一样的。不是说礼轻情意重嘛，送别人一个冬笋。是啊，是啊，闻起来好香呀，真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。呀，这里一个，还一个小的。哎呀，这里还有几个。这么小的。这又一个小芽。小芽，那个小芽。有没有大芽就好。大的是不会出土的。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哎呀，不够像塞牙缝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浪费了。这个也可以。好好的路子比你挖断了，真是。没用。你看这条路挺好的，这个能吃一口。看一下，这么干死的，这干死的。我是用心去挖它了，搞了几个小的，我付出了还是有一点点回报的，啊，还继续努力。啊，我这里看到竹编了，只是没看到。好，那就。要找新竹编。那姐妹们，你看我们挖的冬笋，我们挖的冬笋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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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收获也不小了啊，还是没落空嘛，是不是？多少也有这么一点收获。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我们也付出了，也有一点点的收获嘛，嗯。这一根最大的就是这一根了啊，拿回去还可以炒两块腊肉，可以可不可以炒半盘腊肉？做饭不了，闻一下气味就好了。啊、是吧、啊？一个人吃一遍，一个人吃一遍，再少说点也给切个十片。一个人吃一遍都闻不到，我跟你说。闻得到，只能闻一下气味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啊是啊是啊。好，好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！感谢兄弟姐妹们的观看啊！嗯，耶。再见，拜拜。
那开的也没水呀、啊。